好了，我们到名古屋很繁华、很繁华的龙地下铁八号出口出站，就准备要走去我们的烧肉店了。八号出口对面就是金安的电厂，所以就是刚好回来可以逛逛一逛，就是龙最繁华的地方。龙的一兰拉面在这边，筑吉町这间烧肉店在筑吉町这边，超繁华，就快要到我们烧肉店了。穿越斑马线之后，筑吉町，对，看到这筑吉町大大的这个拱形牌子就要到了，应该是蛮明显的。哎，是这一家吗？国产牛烧肉店。不过我觉得怪怪的。有到后来还会点，然后后来就看自己喜欢。我一样，这边比较便宜，跟你一样喝一样，会喝一样。先生啤好不好？要先生啤，那就先生啤四杯。好，你们要想要吃什么肉吗？有什么特比较推荐？就比较它猪内脏，对，就猪内脏，然后牛肉也有，也是有牛肉，猪内脏。猪内脏它有哦，这个。你看它都有写，你看它的，我们都会点先点一个综合的，然后像这些，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。这很多元的，看起来就很不错。很多很多，而且它的价钱很 OK。不愧是老地方。妈妈昨天应该有跟你们讲。他说老地方。对。他跟我讲老地方。是的。老地方。是。菜单都是图片的。哦呦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不是和牛，这是国产黑牦牛。先帮你们点菜。那个是 mas， 啊，不标准的。那个是 mas， 不会啊，讲久了就习惯。你们还想吃什么？吃完再点。我觉得就是吃一样免费店的最好了。这个小时候等下可以再多买一个。这真的很好喝，很棒。它这个很明显一看就是没有被。它不会重启，这是免洗的。对，免洗，它用完就丢了。开动，不用开吗？我开了吗？快叫我！这是猪内脏，这是各种猪内脏。都有吗？有。其实我第一次吃日本内脏，那个蛮特别。然后有辣的，有你们喜欢吃辣的，有那个蒜头，玫瑰，那个就是酱油嘛，就是白芝麻，就是、酱白芝麻，烧肉用的酱。对，这内脏感觉就蛮澎湃的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喜欢吃辣吗？你刚喜欢吃辣？我还好，它名古屋有辣有比较特别，也还好。还好，但是它这个辣是他们这个店他们自己。自制的，对，自制的在卖。那个，来一点好了，来一点。搭在。基本上我是不知道。没蒜头不分。不蒜头啊。对，蒜头。蒜头是提味的好东西，拉面都有加蒜头的。我爱吃蒜头。我还是台湾人。那多拿几个。这盐巴沾这边好了。的那个芝麻是这样用的，用转的了，好特别。那当店推荐，我们只能吃网志写的蓬莱轩。章鱼烧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你们要去吗？我可以带你们去哦。我们上次在那边就是喝一杯啊，那这样我们烧肉不能吃，不然你们。没关系，我是大胃王，你看我的脸就知道了。你要看你肚子知道。哦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我是大胃王。等先吃，你们不用管我，因为我还蛮常吃的。看一下猪内脏，我们来吃吃看，因为我很辣嘛，没有吃，很少吃辣。应该不辣。加辣吗？这个是猪软骨吧。对哦，好吃。这好像是鲜的。烧肉店很多，他们都是用这种蒜。大蒜。你们喝很慢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都加蒜头，真的更好吃了。我要追加了哦。超好吃，哎，那个内脏真的很好吃。是不是？我第一次吃内脏。你们还想要吃什么？你那边有图，不是有图吗？那个本子。还有一个 Cecily， 你们肯大推荐。Cecily 是什么？那个鸡的脖子肉。哦。很好吃。哪？辣口吗？你要辣口，你们可以吃辣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里。哦，480这个。我点两个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每次只要来，我就吃鸡脖子肉，然后内脏就结束。都是在地人推荐的，这个鸡脖子肉很好吃，吃吃看。还有那个大力推荐的这个内脏拼盘，九宫格。看我特色，一般来的话，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来吃这种东西，大家应该都是看网志去吃的。见不到外国人，外国人也不会来了，他们都去吃国产牛。对对对对。我刚差点走那边。我就觉得很奇怪哦，我说国产牛不是连锁的吗？
感谢那个陆哥跟学长帮忙烤。可以喽，这个好像可以喽，难得来，我们想吃随时都有。真的吗？这个好吃哦，你们都吃。这个是那个猪内猪什么肠的，妈妈很爱，这个一定要吃，写给你们。大很大图片那个嘛，小的嘎子，嘎子，这个也是猪肉还是鸡肉？这都是内脏，内脏啊，猪的内脏。我不知道内脏这么好吃的，我之后就尝试一下内脏。所以还好有认识在地人，不要拘什么拘泥于一定要和牛之类的东西，说不定那都是那个名目而已。真的很好吃，这个也好好吃哦。这个是鸡肉，鸡脖子嘛，鸡脖子看起来很震撼诶，对，卖相好啊，他们也用手机拍照。西瓜，做一个啥？跟大家讲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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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名古屋最开心的一餐。可以，可以，辣的好吃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先来吃吃看。这个名古屋人推荐的那个鸡脖子是有吃过，鸡脖子它辣狗要叫辣的，对，腌制。我们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沾一下酱，这个有蒜味酱、大蒜，然后加酱油。我每个都给你们试过一口，你们看哪个好吃，我就这个，这个很好吃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这个真的在吃泡菜的感觉。你比那个高雄最好餐厅做的鸡脖子还要好吃。真的超好吃的，我们现在不要再叫一盘，这超好吃，真的鸡脖子超好吃的，在地人推荐，一定要来点点看。这是软骨，软骨，这是猪软骨，喉咙的部位，喉咙的软骨，猪肚，因为牛为什么叫牛肚嘛，所以这是猪肚。OK OK， 公妈帮你管，要，我们喝完。那你这么 OK 啊？是不是？点八试试看，好吃，不好吃？我这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沙瓦？柠檬沙，柠檬口味的，柠檬口味的沙瓦，我们喝喝看，没有喝过，来试一试，试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翻车，翻车，翻车就不推荐了，最好是喝那种现挤的，有没有？现挤，你有喝过现挤的吗？我不确定怎么样算现挤，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雨大不大哈，不大的话我带你们去喝好喝的柠檬沙，冷冻的哦，新鲜的柠檬，就是结块的柠檬，就在这附近而已。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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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本来想说它香菜怪怪的，但是真的很好喝的。这个，加香菜，没有，好像不是香菜，是薄荷叶。薄荷叶不适合接触到空气。这个超好喝的，对，一定要点。这才430而已。那等一下我要点沙瓦，这真的很好喝。因为最重要不是要去另外一边喝，没有，你们可以试一杯。一杯吗？老板讲，我没有玩喝的下来。好，你好，那你还可以吧？那不然我也尝鲜好了。那我们三个喝，因为我一杯吗？跟他一样，我酒量应该还不错了。然后再一张，来，这个沙瓦真的很棒。我没想到再叫我几杯。真的很好吃，哎，超好吃！我们要叫第三盘。我是真的觉得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，因为有点。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不会日文没有关系的，不要偷。偷起来，会不会回去偷笑？会有。这是追加的，对对，鸡脖子。刚刚那是一盘的，没有，就一人份。怕你后面又吃不完。等一下还有很多好吃的，还有那个章鱼烧。你们如果想要那种舞台，最近有一栋大楼，它整个都是像夜市那样子。是哦，在这边而已吗？对，在那个唐吉诃德旁边。这样子，类似什么大门横丁，什么涩谷横丁？没有，它就是一栋大楼，然后里面所有吃的，你想，所有吃的喝的都有。这是一个横丁，叫乌台街的概念。对。哦，受饱受饱，那一定要去看一看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配这个沙瓦，就是人生就应该要这么过，对吧？这个真的很棒，我真的很喜欢耶，这真的是，好不好？隔天还会再来吃一次。你拿冰水要钱吗？还是我喝一点？可以的，我帮你点。没有绿茶，就是不用钱的。够吃多少钱？9944。哦，好数字哎，9944。你好便宜哦。9944，一个人2500而已啊。够数字2500，今天我们除以四，差不多100块。等一下，没有那个，给他便宜的算你们。哎呦，阿里阿斗，真的太好了，真的。我一个人。
575吧。对啊，575啊。欸，超便宜，一个人才575块。就570啦，而且吃的还蛮饱的。你还要想到一件事哦，我们宝虽然都是喝啤酒，可是重点是啤酒我们叫很多。对啊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阿尤玛，要跟他说一声阿尤玛，我是卡莱什么？希望今天在1点半以前可以睡着。这一间哦，他记得哦，他的出入口是在后面这边的。这一间一定要来，超好吃，他的鸡脖子肉超好吃。有些限定时间，那饮料还很便宜，大家记得要来。这边有菜单。没有说非常容易找的，不过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来。